我以前也关过，不是只有你关过，被关过不是很荣誉的事情，被关过也不是什么很值得光荣的事情。哦，那个是因为我们今天做错事情，所以我们接受法律的制裁，我们今天才进去里面，哦，才进去蹲，哦，也不是只有你蹲呐，我有蹲呐，你也不见得蹲比我久啦。我以前也关过，不是只有你关过，所以你不需要在媒体前面说什么哦，什么那个小屁孩啦，哦，唔捌徛过，唔捌去过迄落啦，内里亚啦，内里亚拢唔捌去过啦，迄唔捌啦，唔捌代志啦，社会书拢唔捌。不要在那边讲那个哦，被关过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被关过也不是什么很值得光荣的事情哦，那个是因为我们今天做错事情。我们今天在台湾这个社会，哦，我们有犯错，我们做错事情，所以我们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们今天才进去里面，哦，才进去蹲，哦，也不是只有你蹲呐，我有蹲呐，你也不见得蹲比我久啊。如果来东西有问题，我们早就上新闻了，不用等到现在了，你懂吗？我卖两年多，不用等到现在，早就上新闻了，你懂吗？这几天哦，因为一些社会上的事情，一些纷纷扰扰哦，来，我是觉得必须赶快告一段落了哦，不要再造成一些社会上哦，社会上资源的浪费。